是不是有一种飞仙的感觉呀？是，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站在这里头，感觉自己像个花仙子一样，是吧？哎呦，这爱德华王子县是吧？嗯。薰衣草花园吸引了大批的游人呢。这实践就相当于一个农庄。对。是吧？专门种薰衣草的。哎，种上以后。嗯。这个原来本身可能人家就想自己欣赏。哎，后来变成景点了。对。变成这个谋生致富的手段了。这门票。嗯，是吧？12块多一张，是吗？啊，嗯、你看来这么多人，这也不错呀、啊，这收入不错呀，这一夏季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玩儿啊，就把这生意做了、哎。什么感觉？美呀，在花海里。哎呦，是，问你个，这种啊，淡淡的花香是。问你个老大难问题，说它为什么叫薰衣草啊？哎呦，还真把我问住了。还特别香。嗯。人家薰衣草可能原来是一种香料或者是药材。它并不驱蚊吧？驱蚊吗？吸引蜜蜂，反正是。啊、你看招花引蝶的。对。你看这蜜蜂、蝴蝶，是不是？嗯。正是盛开的时节啊！哥哥，那紫的多好看！是，在这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造型。您这边还可以采摘这个薰衣草，自个儿带走。对，漂亮吗？漂亮。放飞自我吧。在花海里放飞自我吧，微风拂面。写着爱德华王子县薰衣草到此游啊。哎，今儿的天儿稍微阴了点儿，嗯，要晴天的话拍出来那效果肯定好，嗯，但是玩得很舒服，对，不晒。哇，这熬什么糖浆或者是提起什么香料的哈、啊？是吗？嗯，就是
就是取材于薰衣草，对，空气里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，那就是蜂蜜。哎，这写着呢，说对了，精油萃取，化学词儿叫萃取，有，马上就在旁边买上了哈，薰衣草的这个香料，对，香包，香囊，香囊，对，放在车上，放在家里都可以，是吧？放卧室里也可以，对，舞刀了。这种很慵懒的节奏哈，啊，你看这音乐也是吹得你恨不得这个躺在沙发上的感觉，是吧？一摊肉摊在那儿，跟摊大饼似的，葛优式的躺，葛优躺。节假日在这儿打打小迷你高尔夫，带着孩子，那也不错，再增进一下父母跟孩子的感情。对呀，这家店会经营哈，就利用旁边这么一块地儿，然后人家弄了一个小米尔迷你高尔夫球场，比较会做生意，是不是？嗯，大家正好中间休息休息，往这儿一坐，喝点咖啡，吃点冰激凌，吃点冰激凌，吃他们家的披萨，对，打打小高尔夫。后边就是大森林，那树可高了。嗯。哎呀，环境很优美，所以你看人家就一家子是吧，在这忙活，这生意做得非常不错，人满为患啊！这一夏天肯定这一年，这是吧，全挣出来了。绝对的。哇，这披萨是炭火烤的呀，里面燃着火，还真是，这烤出来多香啊！嘿，哇，哇，然后直接这么一切就上了，嘿，这边又烤上了，艾文。炭火烤出来的怎么样？燃木披萨。对，燃木披萨。你看这个上面还带花纹的哈。嗯。哎呀，蘑菇，赶紧来吧。我觉得配上蘑菇特香。好香啊。嗯。好。这附近俩湖。嗯。一个东湖，一个西湖。呵。哎，没想到吧？嗯。西湖这还有一个。咱们去东湖边上的那个沙滩上去看看。嗯，这是个市政的办公的场所。哦，有年头了。有年头。1837年建的。哇塞。1837年就建那么好啊。对呀。嗯。这是个老爷爷。嘿，在一个泡泡飞舞的街道上，这有一个歌剧院 Regent Theater， 这是很老的一个建筑了，1830年建的，好家伙，它保护的很好，我们眼中的历史都是100多年了，嗯，老不懂了。所以你看人家这个，特别是到下边这小镇上都保持了这个古老的痕迹。这要是在中国，这上面的字儿你知道会改成什么？打红两格。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要豆丝貔貅，全改成这个了。用镜头记录下小镇悠闲的生活。慢生活。对呀，我们很负责任的为大家体验一下小镇上的慢生活，这样的话才对得起观看我们视频的广大观众，对不对呀，马嫂？没错，今天没有
那么大的阳光，那么大的太阳。是。挺好，找个机会应该在这种小镇上住一段，做做直播，一边看着风景，一边和大家聊聊天儿，聊聊加拿大的生活，够浪的吧？来年吧。是。大姐用那个眼神看着我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？哟呵。哟呵，哟呵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也敢进吗？鬼屋啊！这家伙，嘿，这么走一走挺好哈。嗯，看看吧。看看街边上首饰店。首饰店，走马观花的看一看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小超市。这是去海滩玩的吧？对，这个地方离着海滩很近。嗯、不是海滩，湖滩。beach。啊，beach。这怎么像骂人啊？嘿，喝咖啡的，聊天的，看看都坐在这个啊袋子上面，是叫什么呸？看看那个大钟还挺好看。哎，是大钟楼。看见了吗？大家，嗯，大钟楼，像个城堡似的。对，它还没有大城市那么喧闹。对，小镇的生活和大城市其实没有太大差别。嗯，你看人家布置的很漂亮。嗯。街道上面你看还挂着花。嗯，很有情调。是很有情调。多棒啊！哟，前面还有个画廊。嗯，这个蓝色房子是个画廊。哦，Gallery。就刚才咱们看起来那个下面上个城堡似的，城门楼似的，不是？对，是个大教堂，很壮观。你说人家那么一小镇上啊？啊。修这教堂建得那么漂亮，没有城乡差别是吧？少不了小镇上的冰激凌呢，你瞧瞧这生意多火呀！各种口味贴在墙上，打卡网红冰激凌店，排了半天的队，看这个队都排到外头来了。吃上这口容易吗？就是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爱吃它那个最著名的那口味叫什么？他们发呀。啊，篝火啊。嗯。营地之火，篝火。下面这个是芒果吗？是。酸酸甜甜。是。你看它那个不是很甜，还挺好吃的。你看刚过去那小孩，眼巴巴的看着你吃冰激凌。
你都无动于衷，你的爱心在哪里？你的怜悯之心在哪里？爽呆呆，爽歪歪，爽呆呆。真凉快，舒服哈。嗯。哎呦，这儿这么看看就够了，比打球还棒。